啊，记得哟，当你每次深呼吸的时候，你身体其实会更多的感受。那不要憋气，慢慢收回来。那我们再换手，来换边，这样马上那个酸的感觉就慢慢的减少。对，而且刚刚我们的手啊，冷冷的压在脚上，其实还蛮温暖的。好，加油，记得保持你的呼吸啊，不要憋气。好了，慢慢手带回来。然后这是左右，对不对？那前后怎么办？双手放在像枕头一样，手扣住，放在你的后脑勺。好了，手肘往内，听着音乐啊，慢慢的重心往前。好，这感觉是不是像拔萝卜一样，把它拔起来？对，然后轻轻的往下，然后你可以不用太过度的下压，因为你身体本身手肘跟手背其实都有点重量，你就知道合起来就好。好酸哦。不知道观众朋友有没有这样的感觉，就在我们的肩颈后侧，可以帮助你放松，促进血液循环。好，那一直低头啊，我们现在其实大家都是低头族，那我们还低头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当然要相反方向，先把双手打开，打开你的翅膀。好，记得身体往后，垫着你的枕头，胸口打开，这样好舒服哦。好，你会发现你的手也不用用力，因为你手肘一样一样的重量会自然的往下。好，那你身体也不会过度的往后压，因为你的手会帮忙你做一个帮忙保护的动作。好，我们再一次吐气的时候重心往下。好，记得肩膀不要耸肩，让它离开你的耳朵到最远的地方。好，再一次胸口上提，手肘打开，感觉如何？听到鞠米老师给我们很多的声音。老师，这个动作的话，我们是不是建议观众朋友每天呢、啊，只要他工作的时候觉得累的，30分钟看完三 C 产品啊，打电脑的时候，就应该要活动他的肩颈。对，好了，我们先把手放掉。那如果有些人觉得坐得不舒服，那我们一样可以把他双脚坐下来啊，对对，哎呀，把你可以稍微脚踢踢，来动一动。我们今天没带大家做到侧腰，对不对？来，我们把你的双脚往右边，这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动作，叫做美人鱼式。美人鱼，对，你要想象你自己非常的优美啊、哦，男生也一样呢，有，就侧腰伸展。美人鱼好像没有男的哈、哦，有国王，对对对对对对，海王。好，来，把你的左手拉起来，往你的右边轻轻的推。好，让你的手啊自然的放松，不要太刻意的伸直啊。然后你可以靠近你的耳朵。侧弯腰之后有3到5层的肉是挤在一起，他们太团结了，对不对 ？OK， 如果你觉得右边肩膀压很紧张，请你先放松。我们像怎样毛毛虫一样往前走。好，手指头动一动，往前走。老师走不动了，走不动了，太紧了，太紧了，太紧了。好，来慢慢的深呼吸带回来。好耶，赶快换边换边，超舒服的。因为我发现看到有一个，有一支铅笔丢过来了。对对对对对，赶快喊，来来换边，让你的腰才不会大小边，它要往上提，侧腰拉长。哇，侧腰其实已经我们正面的方向做很久的时候，其实侧腰蛮辛苦的。对，那你的毛毛虫在哪里？右边有爬，左边要爬。所缺乏的就侧面的运动。对。哎好，来，慢慢把手带回来。哎呦，小强都不见了。你这样子也可以瘦腰，又可以伸展哈，可以把它全身的肌肉。你知道做完这个30分钟之后呢，我们身体好像被唤醒了。对，而且你会感觉到年轻，身体会年轻了10岁，对不对？好，今天非常感谢淑晨老师带给我们这么棒的生活瑜伽，希望观众朋友可以看着电视跟着我们一起做，然后非常感谢东根健康世界提供我们健康101的制作，也要感谢淑晨老师来到我们现场，谢谢金老师，还有我们Julie老师来到我们的现场，更要感谢观众朋友对我们健康101的收看，我们下个礼拜是同一个时间再见，拜拜。
请收看维新世界健康101。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健康101，我是节目主持人谢秉瑜。想要知道现在流行什么样的运动，怎么样动才健康，怎么样动才瘦得下来，要健康就要运动，要运动才会有健康。因此我们在每一个单元里头呢，都会设计有关于观众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可以很轻松的做运动，然后我们请到国内最知名的游泳老师，帮助观众朋友设计一系列的不管是动的或是静态的伸展，都可以让观众朋友轻松又简单的达到做运动的效果。好，今天节目一开始呢，我们就请到我们的 Jimmy 老师来到我们现场，欢迎 Jimmy 老师，掌声鼓励。哈，非常有精神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要健康就要运动，是要运动才会有健康。对对，温开水喝了没？温开水啊，您那句我想要学一下，再一次好不好？每天什么？天天每就是晨早上喝温开水，对，到老不会后悔哦。对，然后天天一身汗，医生不用看。对，不知道观众朋友有没有做到？你知道喝温开水现在很流行，就是加一点柠檬汁，温柠檬水，对，不要太热。怎么说呢？这样对我们身体的那个保养、体内的环保非常好。对，但是大家不妨试试看，如果你一起来就喝冰开水，对身体会有很大的伤害。一定要喝温开水，然后加柠檬片的胃的意思是为了，因为它是它有还有维他命 C。哦，维他命 C。对，不管反正就是一个保养身体的。因为大家不喝开水，看运动也可以了解一下健康知识。对，这个知识有时候呢，观众朋友就想要得到效果嘛。是，你光是吃药，你想要瘦其实很难，反而会伤到我们身体。因为药吃下去就拿不出来啊，是又伤肾。对，然后要靠身体去慢慢的排。对啊，然后身体不好，运动，身体不好也会胖，然后又会伤心。是，好，那所以观众朋友都需要 Jimmy 老师来教导一下正确的运动。好，运动就是要开心。对，开心，开心的动，开心的做，但是一定要怎样？看微星，一定要看微星，然后就会开心，然后就会想动，好不好？最重要的是你能够离开你的椅子，然后呢多一点站。对，不能坐，坐太久，尽量不要坐，好不好？OK， 能够坐就尽量不要躺，就是要维持好应该有的什么？你在家都会这样吗？啊，我在家吗？我在家，你这样叫我讲实在的吗？对啊，在家呢，就是躺。能够坐，我就尽量能够躺。我知道金明老师家里有两个小宝贝，根本不得安宁啊。是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来教几个简单的动作呢，跳舞的动作。今天还是有非常好听的音乐搭配，非常轻松的动作，然后呢，就可以跟我们等一下来自新竹的帅哥，来自台中的美女一起动一动，对，好不好？那我们第一个动作是非常简单，就是有点感觉滑的感觉。滑的感觉，手机吗？滑不是，脚掌滑，滑脚掌滑。现在流行滑，用手滑，可是我们要让观众朋友用脚滑。是，有一部电影也蛮喜欢滑的，你有看过吗？哎，哪一部？叫做《冰雪奇缘》。哦，滑来滑去，滑来滑去，滑来滑去。然后呢，滑的时候呢，手跟脚不一样的方向。哦，双手推 ，and one and two and one and two。对，有没有很简单，观众朋友？把肥胖推开，把肥胖推开，把生病推开啊，对，把生病推开，我们两个接得太好了，继续，然后完了之后呢，要推多，推完之后呢，就会很开心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就会怎样？就会怎样？就很开心的弹手指，弹手指，稍微摇一下，摇一下，向右。哎，老师，你知道你这个弹手指很棒哎，因为滑手机只有用中这个食指，是。那弹指是用大拇指跟中指。对，这时候会考虑到的是观众朋友，你会不会这样子？你不会的时候，千万不要气馁，千万不要伤心，就是这样就可以了。常常练就好了，常常练。等一下，我们来看看吉他老师会不会这个。好，哎，对。我还真的不会弹出声音哎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多练就好了。
多练而已。我从小练到大还是不会。哎、欸，已经有了，已经有了，已经有了，没有什么。有了好，你现在呢？去那个麦克风这里，让人家知道有听到声音。好，非常好，两个动作加起来。我回家练。两个气够，四、三、二。一 and 弹手指啊，弹手指，弹手指啊，弹手指，有没有很简单？哦，很简单，好，就这个动作，好不好？就结束了吗？嗯，还有一个动作就好了。OK， 还有一个动作就好。这边右边，这边是左边，走三步啊，预备起，一二三点，一二三点，你看我们都做非常的简单。如果你再不起来，哦、他特写我的脚，对不起，对不起自己啊，对不对？是，他们特别我特写我的。对啊，那个刺青的脚，那你今天穿太多了。刺青的脚，因为我觉得很特别哈，特别对，对不对？那上衣应该也要特别一下。上衣 ，you are just doing， 好，就是做就对了。对，就对对。好，下一个动作就右点左点，右脚，左脚，右脚。哎，刚刚我们的动作教完了吗？教完了。那就走三步，走来走去这样。对对，我们先教这个。哎，我的动作是很简单的。嗯，好了吗？好。And 四、三、二。把这个借给我一下，开始。一哦，动肩膀，动肩膀啊，脚点，脚点，很简单，有没有？有，有没有简单？有，非常 easy， 对，就可以轻松的。我们把三步加进去，好不好？哦，好，准备好了吗？好，观众朋友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好，今天金老师好温柔，不太习惯哎。一二三点，一二三点，摇摇、哦，各走三步回来点。要会吗？会会会会吗？我不错不错，真的吗？好，开始，而且全身都动起来，一二三四五六七 ，and 有有有，走三步，来一二三，多走几次，那个活动量就够了，对对对，我们把这两个动作组合起来，让他们复习一下，好不好，好观众朋友？五六七 go， 咻 ，let it go，let it go， 弹手指，弹手指，弹手指啊，弹手指，走三步啊，走三步。什么时候走？五六七 go， 我会下，我会下嘛。三，今天比较赶哦，步伐比较快哦。踩点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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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这样。你有没有觉得？有一点，有一点了哈。对，而且那个肩膀动啊，会觉得最近那个。脖子很僵硬，很僵硬，为什么？对，你没睡好。天气不好的关系。哦，天气不好没关系，多运动就会好了。多运动就好了。对对对。慢跑的那个肩颈一定会很酸痛。是哈、哦，嗯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，如果你旁边有跟你一起做的同学，或者是朋友，或者是家人，都可以牵着他一起做的动作。哦、對對對还可以牵着。对对对，我们先。是这样吗？不是不是不是。好，不是。不是，我们就先抬。抬抬膝盖就好了。好，抬抬膝盖、欸。因为一个人抬呢会无聊。哦。哎、欸，换很多人抬。哎、欸，等一下我们还有其他老师，我们会做示范。对，这个动作我们就不要教太多。哎、欸，就这么简单。就这么简单。那高度呢？老师高度要多高？哎、欸，每个人高度不一样，有的人这样子，这对他来说是一个高能力了。好，对他来讲。例如说，等一下有一个老师，他就可以这样。依老师的标准呢？对。正常的人就可以这样，对，就这样。那那个抬很高那个不正常吗？没有，他是因为他常常有做这样的，所以他的能力比较高。周水溪以北他都上这种课程，真的哈。对，而且还要跳起来。是是是是是是是。周水溪，我们等一下一定要让他来表演一下。当然当然当然，一定要的，一定要的，不然他老师都不看我。对对对，好不好？我们把三个动作组合起来，五六七个，你 Let it go， Let it go， Let it go， 然后那个啊。那单手指，你不是已经开始会了吗？单手指，走三步开始 ，one two。你一说 let it go 我就忘记了、啊，就让它go了。嗯，哎、有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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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OK OK， 这个动作都很简单。对啊，好吗 ？OK， 还要再活动一下、欸，活动一下，酸酸的呢。对，肩膀会有点酸。开始动一动，动一动。嗯对啊，基隆蟹妈妈，补一下之后呢？基隆蟹妈妈很需要这个，真的哈、哦。对，因为她每次都这样剪衣服、剪东西、裁缝，辛苦啊，裁缝师吗？对 ，OK， 教练帮人家做衣服。哇塞，对，真是的，从小穿衣服都免费。所以你衣服都是她做用，她做的吧？对，她做，然后送去给 Nike 打版。Oh, OK OK， 好，准备接着好，五六七个四三二一 and 四三
这种台膝有没有很夹心？有，其实台膝是一个最简单而且最有效的运动，哎，对不对？真的，嗯。老师，你懂？你看看多少人连抬到这么的一个高度，那你懂吗？为什么我们的观众朋友或是一般的人，他都不愿意这样做？哦，为什么嘞？因为他们懒惰，嗯，懒惰。我刚才有碰到一个，我刚才在厕所碰到一个很懒的人的时候，就是一个也是这附近的朋友，然后看到说，哎，你有在开微信电子吗？说有呢。哦，真的吗？但是他看着我当时一直想要做，那我们下次把他请到现场来做吧。但是他说，结果还是没有做。我说，那我会努力，我会努力，努力让他做，我会努力让这一集让他想看的想动。哦，所以我们要更多的热情。可是我们下次可不可以把他叫来？如果请他来，好吧？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我会请制作人问他可不可以。好好好，他们是同公司的。哦，真的好的。如果我们可以请他来，表示我们的节目很成功。是是是是。对，那我们可能有未来的好几年都会有这个节目。是是是。那金明老师就看你的功力啦。我会努力，我会努力。好，你要好好主持，我就有办法。是的，好，我们再复习一次好了。OK。好，来复习一次。哦 ，OK， 准备，五、六、七、八 ，Let it go，Let it go。哒哒啦哒啦哒啦哒哒，三步点滴，一二三，三步点滴，动动你的肩膀，动动肩膀，抬膝盖，你的抬膝盖，你的抬膝盖，所以你不要看这些动作。很简单，配合音乐就觉得做起来更简单。真的，做起来更简单，更有 feel。对，更有 feel。对，因为有时候运动呢，那个音乐可以带动气氛。是，音乐很重要。音乐可以怡情，可以养性。对对对，如果我很会带动，但是没有音乐，那就用唱的好了。不行不行，我怕会那个关掉。关掉，关掉。因为我们观众朋友非常爱 Jimmy 老师，不管怎么样都好。真的吗？绝对不舍不得关。好。关掉电视，那我们就赶快呢，让你们休息一下，因为我们如果两个人跳，画面有点单调。等一下我请到这两个，绝对不会让这个画面单调的。真的哈，那观众朋友，你记得要请你的朋友一起来运动，因为只有你一个运动太寂寞了。对对对对。那我们让观众朋友说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对哦，健康一零一，多人，两个人、三个人都运动 哦，一起来做运动，待会见。噠噠，欢迎回到我们健康一零一的节目当中。是的，嗯，下一个阶段呢，我们就要非常非常的开心，要请到我们中南部的啊，还有浊水溪以北的，浊水溪以北的，啊，对对对，非常可爱的一个帅哥美女，帅哥美女。好，我们首先先请到Even 老师，哇塞，就是可以把膝盖抬到头顶那位老师，哇哦，超有活力，歌手，OK， 老师不简单嘞，不简单，不简单。等一下我们要好好的访问他，好，是是是，好，另外一个是我们全台湾区最可爱、长得最高的贝蒂老师。哇塞，有他就觉得很有活力。对，真的有活力，有他，就让我们这个摄影棚更有力。啊，其实是，哇吼，马上来个高台膝，两个，哇塞，喝死好哇塞，真的有。这个动作其实不错，嗯，但是老师有练过，千万不要全面尝试。是是是，好，对，好，我们就来复习我们一二三个动作的组合，好不好？虽然有点轻松，有点简单，但是对于高台膝的人呢，嗯，对斜头砍还是要有点挑战一下，还是有挑战。对，我们试试。所以等一下要有点强度就对了，是有点强度，嗯。但是我觉得这个动作，观众朋友学起来，在家随时想要动的时候就动。是是是是，对，好，我们准备喽，观众朋友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准备跟着金明老师来 Let it go 喽 ，4, 3, 2, 1, and set it。我看看后面的有没有声音，对不对？喂，啊，不太行，是不是 ？OK， 五、六、七，再一次 ，4, 3, 2, 1, and 4，三，走三步啊，走三步，拍个手，踏点动肩膀，咚咚咚，咚咚咚，哇塞，再次走三步，再次要讲快一点，三次，好 ，OK， 因为我看到了。看到了 Even 老师非常可爱，走三步，这样的 tempo 可以吗？可以可以可以。观众朋友跟得上哈，比老师都跟上了。准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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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踩台膝，预备踩右脚，踩右脚，对，踩左脚，预备进，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换边四、三、二、一 ，and 一、二、三、呵，一、二、三、
四。老师，你知道刚刚那四，我们现在 这四个动作对不对？唯一比较难，观众朋友一定觉得比较难的就是这个弹指的。弹指的。对啊，因为平常都是弹不出来也没关系。因为平常都是这样滑手机，只用。